鹿港草港国小参加体育署110学年度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，在国小组团体竞速跳绳啊，查甫组甲查甫组拢摕到全国得优奖，创下男女双得优4连霸的纪录。同时，个人得奖的方面，也有一家店甲4个优等的纪录，表现是相当的好。鹿港镇长柯志宏嘛特别前来学校颁奖表扬，奖励学生为学校争光。草港国小摕到竞速跳绳查甫查某双得优4连霸的纪录，镇长柯志宏是特别来到学校颁奖表扬跩优秀的学生。柯志宏镇长表示，草港国小为了偏向校长甲师生办学真认真，注重学生的均衡发展，为国小一年啊开始推广跳绳啊，经过共同的培育，总算开会结果得到好成绩，相当的难得。未来希望大家继续加油，在咧求学历程当中留下难忘的回忆。我们草港国小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。那这次又参加我们110年度由体育署所举办的体育民俗体育的一个竞赛，再获得了一个特优，可以说这次已经4连霸了哈。天马也当王飞雄应该不简单，也是创了我们全国保持最久的一个纪录。那在个人也获得1甲4优的一个成绩，可以说我们的师长真的非常平时很用心的训练我们的小朋友，让他们在这个竞赛场能够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成绩，也为我们草港国小再带来了一个喜讯，可以说也为我们草港国小和我们鹿港再次争光发亮。草港国小学生拢真够跳绳啊！体能活动发展十多年以来，成绩真受到注意，连续4年得到全国赛得优，这项纪录属于全台唯一，好事留名。新中华新闻测量千六港彩虹报道。